嘿呦，大家好，欢迎到我是黑小封面杂件啊。唉，就一言难尽啊。随便啦。昨天呢，我就 upload 一个 video 咧，就是讲把那个 video 放在你的 outro 那边，然后就有人问了一个问题，害得我想了很久很久很久。还有讲，这样在电话讲弄呢，你会不会？我就讲不会。OMG。那我就一直去找，终于给我找到方法。其实我之前教这样有介绍过开 master 给大家知道，是不是？今天我一样要用回它，不讲那么多，直接按一个 MD project 出来先。然后就去 media browser 那边 ，browser 还是随便啦、啊，然后就随便找一个 video 啊，就把它放出来。这个 video 很长哦，放好出来是不是 ？No。再开，你就一定有这张照片哦，就是那 outro 的照片。哎，我不应该这样子放 ，sorry bro， 按 layer， 按 image， 就开这个。一定有这张啊，没有这张，神也救不到你。然后你就拉到啊，你看到没有那个虚线啊，是不是？就代表它是连接着啊。我就拉完你整个 video， 你要几个 video， 我就不做几场了啊。你 outro 就是10多秒，这样已经很够啊。20秒，我给个20秒啊。OK， 20秒，我们这边先剪掉先。OK， 可以啊。No。看到后面这个不完整吗？是这边很简单，你按下这个 video， 然后按这个第一个，sorry bro， 按第二个，这个叫 cropping， 看到吗？然后按等于它 start 和 end 就一样哦，按两次你就可以两只手指摆在这边，你就可以缩小哦，缩小它，缩到刚刚好的那个位置，你自己调一调啊。做到刚刚好的位置，虽然讲电话的有点难。GG 是非常的难，所以有电脑的建议就是用电脑弄。OK， 大概这样就可以了啦。然后按下。哎呦，大家明天我是比较方便的。今天讲哦。那 video 在这边了啊，就是这样简单，哈，有什么难题能难得到我了，还不是要给我解出来？谢谢收看这一集的介绍啦，然后应该不用我讲，讲 render 啊，按这个啊。哦 ，GG， 还没 save 到，虽然你等到你 save 了，然后你就可以，呀，我弄给你。GG. 6.5 hours later. 哎呦 ，lag 到这样。对啊啦，你按了出来是不是？然后按这个 share 的这个样子，然后按这个 save to my gallery 就可以了啊。我就不 save 啊，因为我很少会用电话做 outro。然后这个影片就到这边啦。喜欢的话就 like share subscribe。然后难题是能得到我的，没有难题是能得到我的。最后一次，没有难题是难得到我的。OK， 就是这样，拜拜。